我们第一组发电机在西楼二楼的219。我们找到西楼的219，然后这间的钥匙要西楼219房间钥匙。我们进去，我们进去又找到第一组发电机了。第二组发电机在我们的东楼二楼220。我们找到东楼的220这间，这间不用钥匙，进去就可以找到发电机了。然后再安全撤离即可。